我知道，我去湖南，不是为了成全他们的母女情。我知道，你只是为了做清白的自己。这是你心吗？还有，我这么着急赶回来，是为了在你变成老头子之前，对你说一句话。 希望，只要心中怀有希望，日子就不会太难过。你记住了，甘露即将，蛛草萌芽，心不枯萎，绝处逢生。 孩子们，认生是正常的。<笑>你看我们家西西长得是真好看呀，长得好看也不关你的事啊。哟，你看看这小丫头，以后可够你受的。是啊。哎，快别站着了，咱们屋里坐吧。来，快，快，来。看看这个院子怎么样？多好看的房子啊！那儿还有秋千呢。嗯，看看。西西以后不开心的时候，就给你当酒店玩是啊，好不好？
西西，我们现在就去玩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西西啊，西西，你要不要看看你的房间啊？里面给你准备了特别漂亮的芭比娃娃，还有很多漂亮的小裙子，说不定你会喜欢呢。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这边来，来咱们这边看看你漂亮的房子啊！来这边，来快来看看，哎，看看这个房间啊，都是给西西准备的。你看这些玩具，玩偶都是给他买的。嗯。 哦，对呀、啊，你看看，这些小裙子啊，也是给你买的。你看，漂亮吗？啊，这房间你喜欢吗？好看吗？啊，喜欢吗？喜不喜欢啊，西西？啊，那西西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喜欢就好。来，西西，来，来，抱抱。 真漂亮！来，坐在粉红床上，你看这芭比娃娃，都是给你买的。你看，好看吗？来，拿着，咱们一会儿可以给它做衣服穿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看，这还有一个，来，好不好看呀？喜欢吗？这个呀，是爸爸专门去商场给你买的，漂亮吗？嗯，我们俩一会儿给它做衣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摇起来。 来，西西，妹妹啊，好玩吗？西西，还不开心啊，西西啊？啊，下一个西西。温莎姐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，还怪可爱的。当年如果没有求山的话，她应该就会这样无忧无虑的长大吧。放，说句你不爱听的，就算没有我师父。 他生活在那个乱世，也要看着大大杀杀长大的，哪能和现在的孩子比？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中国，那才叫无忧无虑。是啊，当时他也是身不由己。可惜四藤小姐还是没有福气享受现在的生活了，只留下这么个小西西。 好啊，那你随时过来，我等你。
西西，吃饭了。来了。爸爸早，妈妈早。哇，又这么多好吃的。嗯，大家也吃啊。嗯，多吃点啊，西西。西西啊，马上就是你20岁生日了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嗯，我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缺，所以呢，我也不想什么生日礼物。 那怎么行啊？这20岁啊，怎么说也是个大生日。对，你的愿望，爸爸妈妈一定满足你。是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对呀，我们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嗯，你说。爸爸。嗯。那您能不能安排我见一下秦放叔叔？ 秦放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提起过他呀？我们还以为你早就把他忘记了。他是我有记忆以来认识的第一个人，怎么会忘记呢？不过您放心，我永远都是您跟妈妈的女儿。只是人之常情，我也很想知道，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，我真正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。 西西啊，秦放把你送过来以后，没多久他还跟我联系过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你一定要追问的话，他就让我把这个纸条交给你，这上面有地址。他还说，如果你一定要去找他，只能一个人去找。那可不行，让西西一个人出远门呀，那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呀？你这现在外面坏人那么多，我不同意。我也有那个担心，但是秦放说了。 如果西西有人陪同是找不到他的，妈妈，没关系的，我都快20岁了，难道连独自出趟远门都不敢吗？不行，你这样妈妈贪心死的。但西西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啊？你5岁来到这个家里，也就意味着已经过去15年了。这个纸条上面的地址，差不多也就过去15年了。是呀，西西，你想想，这现在不是从前了。 你说从前那个时代多慢呀，过去10年20年的，除了人变老以外，其他的什么都没变。这现在可大不同了呀，哪怕是一两天，那都有可能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所以说，你要找的这个地址，有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你要找的那个秦放叔叔，也可能已经找不到了呀。但是妈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想去试一试。 只写了苍城山深处，但这个地方这么大，又没有门牌号，我要怎么找啊？
替我的姑娘吧。什么？秦先生让我休息两天，说会有人来替我顶班，应该就是你吧？他老早就知道我会来，那我的样子又是怎么回事？也是一种魔法。嗯，是我。啊，我带你熟悉下环境就走。来，这边请。 1946年冬，斜七子游湖，细作。这词有点文不对题啊，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名家之作。你是来替张小班的吧？叫什么名字？西竹。西竹倒是个好名字。西登出去散步了。 你去泡一壶茶，狮峰龙井，带到亭子里来。他已经完全把我忘记了吧？你在找什么？我在网上看，狮峰龙井多用玻璃杯。不要用玻璃杯。 四灯不喜欢，要用青花盖碗，托碟，水汽八分满，还有，递给四灯的时候，要屈膝弯腰，要恭敬，茶碟最好举过头顶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自己家里也有阿姨，也有打扫卫生的小时工，我们都彼此互相尊敬，从来都不会这样的。因为，你理当敬她一杯茶。都记住了。 你怎么去这么久啊？我在山里自在啊。你倒是自在的很，活得像个谪仙一样。你快闻闻，可香了。真有出息，还跟松鼠相识。小丫头来了。嗯，来了。那就让她过来，给我敬杯茶吧。 过来吧，小心点儿，别打翻了。打翻了，司藤该不高兴了。你又要给小丫头放水了？有吗？有。可能是心里觉得对不起她。你不知道，她那时候哭着喊着不让我把她送走。 秦芳，你果然是记得我的。听说你20岁了，你这次来，定是有些事情想问吧？我想知道，不过你要想清楚了，问还是不问？如果你要问的话，那我自然会把事情的所有真相都告诉你。 但是这个真相你接不接受得了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
但是如果你选择不问，我会送你一样礼物，生日礼物。我能不能想一想？好，慢慢想。想好了吗？其实我有好多问题想问。为什么你不会老？为什么一进这个院子我的脸就变了？为什么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的父母又是谁？我是正常的人类吗？这些问题我该问吗？这是你现在的生活，你还满意吗？这是你想知道的真相，可能无关痛痒，但也有可能真相是这样的，完全出乎你的意料，甚至可以彻底吞噬掉你现在的生活。这个问题是跟你自己有关，你要想清楚。秦芳，当初你为什么要把我送走？因为想让你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对秦家还满意吗？你真是为我找了个好奶家。我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都说了嘛，我自己肯定没问题的。哎，亚龙，你还记得你来苍城山是做什么吗？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肯定记得呀，我来苍城山是来玩的嘛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独自旅行就是给我20岁之前的生日礼物呀。好，好，走，那咱们回家。你玩的怎么样啊？玩的开心，那就好。挺好。小丫头最后居然什么都不问，也是挺出乎我意料的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问吗？会问啊。所以那是你呀，就算告诉你原身不是唐氏块石头，你也无所谓。但是西西不一样，你如果告诉他，他不是真正的人，他从此会夜不能眠。还真是一点都不像我。怎么会像你呢？你让他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，就注定你们俩会截然不同。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去除小丫头关于你我这部分记忆，大概就是我送给她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吧。知道。严淑玉的连锁火锅店又开了一家，说是王乾坤这两天从国外回来，人家现在是大科学家，想见一面真挺不容易的，所以让我们两个去聚聚，没准儿啊，白金那个鸟人也会去。
去这么勤做什么呀？他们迟早都会走的。逃避就不